在荡仔宁静的高级住宅区当中，有着琳琅满目的餐厅。而也因为这一带居民的外国人比例颇高，这里的各国料理餐厅都表现得相对比较正宗。其中的印度园林餐厅更是让人赞不绝口。这里的印度咖喱加了很多香料，口感和味道都十分多层次，一口进去，咖喱的味道就在味蕾上不断的变化，配上炖的软嫩的肉类，一不小心就扒了三大碗饭。除了下饭外，印度园林的咖喱配上手工烤饼也是传统吃法，有着香蒜气味的烤饼沾上香浓咖喱，回味无穷。